手脚冰冷就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广告节目，它还没开播，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节目。这个一般来讲啊，女生啊，对于容易手脚冰冷，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睡觉的时候就想跟我睡，没事就把那个脚，因为我全身都暖和的，我的身体很奇怪，我是冬天很暖和，夏天是像个冰棒，所以我妈就抓着我跟她睡，夏天当她的这个冰棒，冬天我就当她暖被机。暖炉，那跟我一样啊，我儿子也是这样，我的狗儿子。狗儿子。对，我平常不让他上我的床，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我就说宝宝，今天陪妈妈一起睡，然后抱上来以后，哦，好暖。好有意思啊。先抱久一点，温暖了以后再把它丢开。可是狗。那像有些像你这样是可以，你喜欢，但有些人像我这样就不行了，因为我的鼻子会过敏，我会碰到猫碰到狗，哇，我就要我的命。我很喜欢他们，但是我不能太亲近，你懂我说吗？那像我妈就喜欢，因为我会发现女人是不是比较容易手脚冰冷，比较容易耶，但是为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子好，我问个老师好不好？好，老师，欢迎你。来哎，为什么哈？就女生比男生容易手脚冰冷。我想其实大部分就是女生的劳动性比较不足，或者说运动比较不够，那再加上就是说她可能有时候控制体重啦、食欲啦，吃的比较少，所以气血会比较不够。所以你今天呢，以后你做菜都是劳动不足，做菜都是你做。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即时带来的材料表有些什么。要炖素肉汤。材料：黄芪6钱，当归、陈皮、枸杞、桂枝各2钱，兔丝草3钱，杜仲2钱，红枣3钱，素肉4两，老姜4两。哇，今天这个材料好多呢，哈，老师，这么多的东西。那一般的这些当归，我们知道差不多知道，就2样，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兔丝子。兔丝子，哎，兔是这个兔子的兔加一个草字头，兔丝子。兔丝子，它在中药里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补阳气的药物。好，那它能够让的筋骨跟比较好，还有就是说比较能够有让温通阳气的作用。因为一般有时候你气血都足够了，可是它并不能够运行得很好到末梢，所以其实它手脚就会比较容易冰冷。所以我们会加一点兔丝子跟这个桂枝。会不会很贵？不会很贵，不过煮的时候要把它放在这个包包，最好是把它弄成布包，因为你这样吃的时候一颗一颗去把它挑起来是蛮麻烦的事情。对，所以我们把它弄成用这个布可以包起来。其实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到这种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包一汤匙。对，差不多一汤匙左右。好，对，那你刚刚说的用这个桂枝，对，就要加上桂枝，因为桂枝走的是体表，帮助体表的循环跟末梢的部分。是，那这个是陈皮。好，一般有的时候我们用陈皮的话可以帮助一些消化。如果说你炖的是有一些肉品的话，好，那也比较容易不会胀气。那事实上吃一些豆类的东西也蛮容易胀气的，所以陈皮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好，等一下这些材料大家都，其他材料大家都常见，我们待会儿对大家等，我们待会儿来介绍。那首先呢，这边还用个姜，因为这好像要爆香，是不是？对。今天的煮法是怎么样？我想还是一样，兄，我们之前有煮过这个所谓帮助生长发育的药膳，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方法，就是姜先把它爆香以后呢，再把药材下去炖煮，加上这个素肉的部分，对，好，那可以加点酒。OK， 好，今天呢，为了让这个雅雅的手脚不冰呢，这个汤给她喝，雅雅来切。我切啊。像冬天我们手脚冰冷会常常用到姜，因为姜本身温热的效果，对于身体的温暖效果也不好。不小心手哈，我好担心啊，然后你妈妈来找我算账。这切可以切大片一点，可以切大片。我跟你讲哈，你切的时候。这个手你按远一点，你的手就在刀旁边啊。你按远一点，大片一点。大片一点，不是厚一点。对，就先切啊，聪明，就切斜一点，再大片一点。好，那么我们切好这些姜呢，然后来给我一点这个油，沙拉油。先用沙拉油吧。用沙拉油或者用麻油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不喜欢吃太燥的东西的话。就我们用这个沙拉油就可以了，比较不燥嘛哈。好，这个再来一点香油好了，让它比较香一点。对，其实香油里面也是掺一点这个麻油来做的。对，好，我们掺一点点，这样会比较香。来，好。那么通常在家里用这个麻油做就。
通常用麻油来做，你刚刚说是会容易比较燥，对，火气大的人不要吃。对，一般来讲麻油的话是比较温补的，就是说你在食用上面，我们用姜去爆的时候，那这种加热的作用其实对于就是我们要让冬天的手脚比较能够温热一点的话，它有加成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用的一般都是用老姜，老姜的一个性质本身就是温热的、温补的。所以一般妈妈在冬天做菜或者什么，好像很喜欢加那个麻油。对，加麻油是为了要温补。那个雅雅现在住的地方有没有自己买一些几瓶麻油放的？有啊，有放麻油吗？放啊，因为我吃水饺的时候我要加麻油。哦，那我下次就带我去带，那我带姜去就可以有东西吃了吗？其实有时候去人家吃饭都是一个借口，哎，你家有没有什么？有什么？那我带个什么来？这个姜啊，一定要把这个姜的这个香味爆出来。然后接着呢，我们要爆什么？就不用了吗？接着以后，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说你在家里煮的时候不想去看煮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把它加水，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到电锅去炖。那对，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做，就直接下去可以把它倒到那个汤汁里面。直接倒汤汁里面。好。对，因为这样比较不容易起太大的油烟。这个姜一定要先爆过的原因是什么？姜我们用麻油爆的话，让它香气出来，让它温热的效果也可以出来。所以它呈现在汤里面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我们甚至油不用进去，只要把油可以不用进去，油是会起爆。OK， 好，我们就先把这个姜呢，就把它放到这锅子里面来。就直接这样子就放进去啊？对。OK， 那再加其他，再把所有的材料一起放进去就可以。好，把这个对。那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一些药材，像当归之类的，它必须要溶一些酒精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好，所以在炖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料理酒。对。好，那我们的这个杜仲皮先下吗？对，先下几片，全部都可以下，全部都下去。这边的量大概就是刚刚好，我们放这么多啊。OK， 好，这个是黄芪，对，最主要是用它。陈皮放那么多吗？陈皮可以不用放那么多，因为陈皮的味道会比较重。桂枝也可以先一点点，红枣。那红枣是可以全部的下去，因为我们在炖煮一些食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它的甜味可以出来。这个呢？这枸杞也是一起都放下去。好，那当归也可以下去。好，哇，这个很补哎。对，我们在煮的时候，我们刚刚把这最后这一包这个菟丝子哈，用这个料理包包着，对，然后进去煮。现在煮开了以后，就用这个小火。对，我们这素肉可以把它放进去一起炖煮。对，好。其实一般如果你加电锅煮的时候，你可以先把这个酒给倒下去。酒来这边有个料酒。不，一般我们现在用一些料理米酒，如果你怕苦味太重，因为它有加点盐巴，所以可以到最后再撒一点上去也是可以。像雅雅手脚冰冷喝这个汤，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像他如果火气大、睡眠不够就不要喝了吗？对，如果说比较燥热的体质，比如说你常常口干口苦或者熬夜便秘的这种体质的话，当然它就比较不适合进补。另外就是说，如果一般血压比较高的话也要比较小心一点。你血压高不高？不会，通常我想看应该是血压比较偏低。真的？为什么？怎么看？因为他的气色上比较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红润，不是那么红润。他刚刚所以他只涂了一层，还好啦，只涂了一层。我待会要再多加一点那个腮红。不，像一般来讲，会不会手指手脚比较容易冰冷？不见得是。不见得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讲说瘦人的话比较多阴虚，精力比较不足，那相对来讲它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热，可是这种热其实是虚热。好，我们这个汤也好了，我们就把这个锅子拿起来。像我们一般吃素的话，用的一些食材比较凉的时候，你就可以多放一点姜，可以起到它温热的效果。哇，这个汤的这颜色就很好看啊。我们把这素肉啊放进来。所以我们都不用加盐巴了。一般来讲不太需要加盐巴。是 ，OK。其实这个汤啊，我们中医的这个药材呢，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就很香。对，有些好香哦。对，本身的药材，它有些药材它是可以吃的，你把它放进来。有些那个像那个杜仲的那个皮啊，就不吃了吧。对，那个不吃了就不用放进来。大部分枸杞跟红枣你可以把它直接吃掉。对，这个药名就叫做。我们叫这个药炖素肉，因为事实上来讲，你也可以把它用素排骨，像素排骨它是油炸过的，你就可以直接下去炖煮也是可以。对，好了，我们今天谢谢徐医师，谢谢。药炖素肉汤做法：首先将老姜爆香后和其他药材全部一起入锅炖煮，然后再把素肉入锅炖煮即可。
有一个人呢，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数羊，数到第七只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个木栅为什么要关着？”不是木栅，就直接讲是我嘛。因为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都会睡一只羊当木栅，两只羊当木栅，三只羊嘛，我都数到78只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些羊为什么要去木栅？为什么不去北投？北投草比较多，又醒过来又重新睡。就是睡不着觉，伤了。所以呀、啊，所以你上次教我练那个咒呢，我也没办法练，因为我有杂念，你知道？你那个是。Om money, baby, home。就翻成有点像英文的 Oh money， 怎么不回家？我又睡不着觉了，所以你的心要更清净嘛。对。Money 怎么会变成 money 呢 ？Money， 但是用谐音嘛，因为有时候记东西啊，用谐音比较好记嘛。有时候像我们记一些三角函数或者代数这些公式的时候，有些谐音是比较好记。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汤啊，由我们的郭老师来教大家来做。这个汤呢，可以帮助睡眠吗？他是可不可以帮我？我不知道，我等一下。看，如果说我喝了他煮的汤，我马上可以睡着，下午就不用录了。好，我请郭老师。Okay, 好，谢谢老师。那你刚刚除了这个梁老师睡不着，其实还有一种人啊，睡眠睡得很不好，更年期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道事实上是帮助更年期的妇女啊，让她这个不会有躁郁。男人也有更年期吗？对，男人也有更年期。我们的制作人明道可能也快更年期。我不晓得明道几岁，我不知道几岁。你比他长哎，我想对啊，每个人不同，每个人不同，有的人比较晚更年期。通常更年期在什么时候啊？现在其实这个营养都很丰富，这个女生可能差不多45到50之间，有的人甚至50岁以后才更年期的也有。但是我觉得男人哦，现在已经更年期是提早哎，为什么？现在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对呀、啊，然后这个老板裁员。又裁员，然后这个又反正就是又领不到，工作了没有被裁员，然后领不到钱。现在社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可是我知道，像妈妈他们如果更年期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忽冷忽热？对，就是所谓的潮红嘛。对，可是那男生更年期也会忽冷忽热？他不会忽冷忽热，他跟我们一样没有这个生理周期，但是他会变成潮白。会整个的这个思想啦，或者是话了，变得很叨叨念，像婆婆妈妈一样。狗狗哦，难怪很多人说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沉默，像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很沉默，可是年纪大了以后，转了性，细念会这样子。对，转了性就会变成谁这样。哦，真的。实际上差不多开始男人更年期的现象。那我现在要记录一下我每天说了多少话，然后下次话如果比平常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年期的症状。那你这样每天就很头痛了。这个现象应该是别人由旁边的人来观察，来给你观察，你是不是变成自己观察不了，因为你不会去算嘛。这个大姐啊，你就以后反正我们常在一块嘛，你就仔细观察我们更年期啊。我会看你的气色。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郭老师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枣仁安神菇汤材料：酸枣仁5000，杏鲍菇2株，芹菜1小株。我们这个菇呢，芹菜倒是常看得到。对，我们来看看这个玩意儿。今天对，主要就是带了一个药材。觉得自己，比方说已经有更年期的现象，或者说平常睡眠就很睡不安稳，甚至于现在这种忧郁症的人很多。我觉得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酸就是东西味道很酸的酸，红枣的枣。枣里面的那个仁。对，酸枣仁。好。那酸枣仁这个，它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你安神啊，去心烦，然后解除这个。因为它个儿小，事实上如果在药铺啊，我们今天这个都没有敲碎，是啊，我们主要还要不要敲？可是我们今天不方便敲，没有关系，我有办法敲。你有办法敲？对，哎，我的家伙拿来。哎呦，好。那通常我们是用一个塑胶袋了，我们今天塑胶袋没有，但是我们一般压一压。哎，压一压，看看好不好压？哦，还是。可是酸枣仁它最主要是什么作用？刚刚讲了，让你安神，然后去心烦，让你睡眠品质好，然后不要让你那么胡思乱想。最重要就是说，可以让你晚上睡觉能够很安眠，一觉睡到天亮，而不必这边数羊。就是过量的时候会不会就睡到起不来这样？不，我们这个主要是要帮你的忙嘛。那你觉得吃了差不多3铁5铁了，好像这个药只要放在里头，跟其他的食物一块下去煮，那它
的味道非常的清，然后也没有特别的颜色，啊，那你觉得哎睡眠改善了，那我就觉得可以不要吃了，就可以停掉，对，就可以停了。对，所以属羊哈，但也什么，以前我的属羊是。一只羊两只羊哈，我是想说增加麻烦度比较容易睡，就说一只羊去木栅，两只羊出木栅。但是我以前的算是一只羊两只羊，算，然后我有一次呢算了大概第二三十只羊，我说哎呦，我好久没有看到羊了，我就看想那个羊在哪里长。你就开始想羊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这。当一个人有忧郁跟焦躁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是刚开始轻微的是这个样子，轻微的更年期，轻微的更年期是这样子，真的。更年期的时候很可能因为你整个身体女性的荷尔蒙有点失调，所以可能皮肤啦，还有整个的皱纹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手脚的这个灵活度啦，还有我们手脚的冰冷度啊，都会有一些状况啊。那最重要是还有更年期，为什么会有更年期？女人到这个年龄都会觉得有什么期？空窗期啊，空窗期。对啊，儿女都长大了，他不会。好，我们把这个对这个先把它丢进去。啊，有打了。打个结，对对啊，我也给它散了哈。对，就是给它打结，先给它熬个高汤。那其他的食物就看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哈，那做什么样的搭配。好，那我们讲到更年期，刚刚讲的空窗期，比方说我现在的小孩蛮大了。都已经大学了，他就不像以前啊，妈我要吃什么，妈我要什么。现在开始可能找女朋友，现在开始可能看电影就要找女朋友啦，逛街要找女朋友啦。那以前可能还需要妈妈陪他们去买衣服啊，要妈妈付钱啊。什么都要妈妈。现在他们也有卡啦，也可以自，只要打电话，妈我要买什么，我要刷卡，我就说好，对不对？那现在你就会发觉，还好妈，我要买什么，我要刷卡嘛。对啊，你现在就觉得说，哎，自己好像只是不被。被需要了，对，会跟以前比较了，跟以前比较，他以前会天天黏着你啊，然后感觉哎呀，现在嘴巴夹，嘴巴夹是很烦很烦了，这个黏得很紧，可是你还是感觉你被需要，其实人活着就感觉被需要。不会，你这边我们有儿子女儿，你不用，你不用，对呀，不用想着跟你，我很好，我每天很多人需要我，真的，哎，对呀，然后最重要是你自己心里要健康，然后找一些事情要做，或者说你去当义工嘛，那你去义工，你去看其他的家庭啊，其他人的生活，你就会发觉自己很幸福的。那人家说我比高我怎样啊，一比较就晓得是哎自己一山比一山高。然后，哎，刚刚还有之前我们讲不要计较，不要比较，是不是？好，那大姐，我这个先把它放下去，对。啊，那因为这个。那个酸枣仁熬的汤啊，其实你可以在家里搭配你任何喜欢的一个食材啊来熬汤。那我想我们最近的这个鲍鱼菇啊，又叫鸡丝菇，我觉得它的营养也不错啊。那我想我们对我们吃素的人也看起来，哎，这个口感不错，然后啊营养又好。那我想哎搭配的，我们这里面要不要加点盐呢？需要。一般这个酸枣仁，它通常就是在可能观众他会想到，可能是要到这个。药房就买得到。对，像你今天用的这一包进来，差不多用了多少？差不多哎，三钱，然后差不多只要8块钱。8块钱，很便宜啊！它煮出来会酸吗？这个汤一点都不酸。那为什么它叫酸枣仁？它的名字叫酸枣仁，那里头有点收摄的作用，收摄的作用就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关系。就一个人喜欢郁闷的人，喜欢时常叹气的人，像你这样心情不好，哎，更年期的人啊，要在的下午就来了，煮点汤，一般人反正就还会叹气嘛，而且下午要在的。这个郭老师要来找我要债，没钱。不是，不要想，有的人没债，他也是医生烦哎，他就觉得好像缺什么，然后自己很可能是他一个身体的现象，让他觉得浑身不舒服。是，你知道这个。不管是更年期，或者是有忧郁症，像忧郁症的人蛮多的，有时候会觉得对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比方说长个痘痘，哎呀，我长个痘痘，他就为那个一直操心，一直想一想，觉得说，哎呀，自己怎么搞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病？雅雅，你现在最操心的是什么？我现在最担心啊，我的宝宝啊。哦，他们家养的那只小只，长着白毛的小孩，我还奇怪，刚刚没结婚怎么有宝宝？他养了一只那个，每天带他来上节目。对，因为他已经8岁了。然后人家都说，年龄大了。马尔济斯狗一般来讲，就是已经算年纪大了。我就开始忧虑，怎么办？就这么忧虑。你这样不要忧虑，这样小心更年期哦。把那个芹菜摆进去。好。我们刚刚盐巴加了。盐已经加了。
把孩子给它下去滚一下好了哈。芹菜哈，对，好。我们一般有的时候是把这个芹菜呢放这个汤碗，用这个热水一冲，一冲的时候那个香气它刚刚洒出来，对。其实这个汤很简单，其实有像这菇喝这个汤清清的啊，对。然后呢，最主要这个菇呢，我们也很喜欢。杏鲍菇。好了，杏鲍，我们把这个呢，看看整个汤品的这个。颜色并没有因为放的那一包然后觉得改变对，所以不影响，所以很轻啊，在家里面睡不着觉呢就这么喝这么一碗，然后呢来雅雅再练一遍，酸枣仁加杏鲍菇加芹菜，还有那个咒是什么 Om Mani Padme Hum Padme Hum， 哎，这样你就可以睡着。好，我们谢谢郭老师，谢谢。枣仁安神菇汤做法，首先将酸枣仁拍碎放入调理袋内入锅熬煮，等到水开后加入杏鲍菇入锅煮熟，起锅前放入盐以及芹菜即可。今天健康资讯站里头，我们要推荐给所有观众朋友一个 Petball， 不是所有观众朋友，是女性的观众朋友，男性也要知道，对不对？真的，真的可以体贴照顾自己的另一半。我玩来如气哦，好，我们请玩来如气，怎么讲？玩来如醋，玩来如醋，好，我们就喝点醋，我们请郭老师来吧。大姐，欢迎，你们两个不要吵。这一道汤啊，男生女生都可以喝。真的吗？对。可是我觉得你每次来都要交给那个女生来喝的那种汤。我当然要骗雅雅。看我们的阿吉都不是，我就是我们的阿吉都没东西喝。那节目那么长，你而且我们的导播那个小波去选，每次那个你做的都被他喝掉了。真的。什么食物，什么金钱汤啊，什么他都。那今天要教的是什么？之前有介绍是金钱一定要补血，那今后就是说你。所谓说好朋友走了以后就是要调气，那调气其实我刚刚讲我没有亏待你哦，一样有黄芪，黄芪也是补气的。好吧，那我们今天有些好朋友走了以后有些什么样食材，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材料表。黄芪南瓜汤材料：黄芪三钱，南瓜半颗，奶球两个。今天用的这个是南瓜，对，南瓜刚刚郭老师已经削好了皮，我们先煮好，这要时间嘛。我们其实我们一边煮南瓜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雅雅今天是黄芪，对，很单纯的一味药。那黄芪一般都会跟当归来配，就是当归黄芪。那因为我们今天补气，然后我们在金钱里头已经有当归了，我们今天不要用当归，然后我们一样先把黄芪给它丢下去。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时间有限，今天这个南瓜要把它打成泥，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切小一点啊，切小一点。好，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用蒸的，也可以用蒸的，然后直接把它用那个汤匙把它挖出来就行了。你小心，这个刀好快，好快啊，没关系。我们在旁边看得到，好紧张。这个刀跟了我好多年了，没事儿。对，从当兵跟到现在，没有啦，骗人的。哇，这刀年龄那么大了，我服兵役的时候，服兵役的时候是用刺刀，不用这个。好，我们就先来煮啊。用黄芪，你刚刚有没有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加了别的？没有，就只有加黄芪，就是黄芪跟南瓜。对，就黄芪。OK， 那黄芪是补气啊，让你一般完了你还是会觉得疲倦啊，好像体力比较不好，脸色有点苍白啊，然后有点气有点虚啊，讲话有点有气无力啊。像我今天有气无力吗？不会啊，你的声音很高亢啊，高亢气十足。哪里路呀？所以你这个汤，你待会不要喝了。我们女生包饭。其实有时候原住民哈，原住民，你看他们唱歌，哇，就是中气十足哦。对，他们从小吃黄芪吗？那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吃一些什么那个什么野菜啦，或者是吃一些。他们也运动精神都非常发达。其实我觉得原住民他们的健康，我觉得来自于他们的心胸。他们的心胸就是他们就很快乐，跟大自然。对不对？大地就是他们的衣服，
对不对？那个空气就是他们的这个化妆品，我觉得最棒。以后我都不知道哪都那么自然了，但是我知道原住民啊，像以前我们有一次去台东，或者是看到很多原住民喝很多的什么酒，小米酒，对，小米酒非常的好喝，所以他们变成每天很乐天派，反正就赚足了今天的钱，然后就晚上回去就很快乐的在那边。明天的时候，明天再说。对，他们最主要，他们可以去打猎，他们想到什么就。吃想吃什么就去找什么，然后还是他们生活没有压力。你刚刚讲到那个小米酒，雅雅你喝过没有？喝过，喝过吗？喝过一次，甜甜的。念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是那个邹族，是家里在那边，对。然后他们自己酿的那个小米酒很特别，可是有一点酸酸的，说不出来怪怪的味道，白色的。我喝过一次，你知道，就我那次把我吓坏，那个差不多。应该是20多年了，我到花莲的一个山上去，那晚上去的，然后怎么走的我也不知道，天亮的时候才到，一天亮的时候很冷，很冷。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呢，我们服兵役的朋友，他的奶奶就拿了那个小米酒给我喝，一定要叫我喝完我全身舒畅，喝的时候是冰冰的。然后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才吓了一跳，因为老奶奶做的，他们做的米酒真的很甜，可他们是把那个酒哈蒸的那个饭。蒸那个糯米蒸完了以后，用嘴巴这样嚼嚼就吐，就吐嚼嚼嚼就吐嚼，真的，你看到它整个的制作，难怪是白色的。嚼嚼对，啊，配出去，他们说有奶奶的唾液呢，喝下去的酒比较不容易生病，是不是真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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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原始的小米酒是这么做的。不会吧？可能现在用木窗子给它装。现在不是，现在改，可是老奶奶的米酒，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之后中午就不敢喝了，我说我喝了会醉。哦，对，这是真的。对，我想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卫生啊。对，我想这个应该你们，我记得他们是有用一什么东西，木头这样木桩，对，木桩在那边，它就好像装糯米一样嘛。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黄芪啊，就提气，对，提气，提气。那么。中气十足的人，像歌星啦，像雅雅这种，就要常喝黄芪。哎，基本上像黄芪啊，就可以常喝，那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然后你的抗病力好一点。那像其实，在我们家里头，或者在我们的餐厅里头，是黄芪、枸杞、红枣，都是在熬茶，来了就给一杯这个养生茶。精神就好了，对，然后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禁忌，因为它不是很燥热，也不是很非常的温补，让你觉得说啊，你流鼻血啊，吃着流鼻血，或者是你来了身体有恙的时候啊，然后说哎，喝这个茶不太好，反而让你觉得有点甜甜的，自然的甜味。但今天我们郭老师为什么要用南瓜跟黄芪配呢？最重要是只是把黄芪的味道，在我想这个菜单的时候，把黄芪的这个味道，然后它的颜色，因为它是没有特别的颜色，然后味道很清甜，然后南瓜。熬出来的也是很清甜，是。然后我觉得像我们吃素的朋友一般都觉得好像要吃的好像很中式啦，然后好像没有什么跟不上潮流的感觉啊，我觉得可以自己在家里啊，让它活泼一点。对，让它活泼。然后你看看我们去吃西餐啊，都在喝南瓜汤，对不对？我来加一点盐，我给它加一点盐。那这个南瓜汤可能在外面会加一点一些可能一些动物性的这个奶油啊，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自己来制作，你看看把黄芪跟它熬，你也不会影响这个南瓜的味道，清清的味道，南瓜不会走味，啊，让南瓜也可以说是它的营养素非常的高，对我们女孩子除了今后补气之外，也让我们的皮肤比较顺一点。那你知道，不管今前今后，你挑的是什么食物来吃，只要经期顺了，自然而然你的脾气啊就会很柔顺，心情也好，对，心情也会好，然后各方面也都健康。对，然后不会。就像我已经快更年期了，很多女人啊到了我们这种年，哎呀，怎么不赶快更年期来？每个月都要来那个很麻烦。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年纪轻轻的，你不该更年期的时候你就停经的话，那你就是有问题，表示你的荷尔蒙啦、黄体激素啊各方面有状况。所以该每个月来还是得要来。对，所以说呢，像你呢在家里待久了，每一次来要来录影，该你来的时候你要常常来啊，不要说你的老公找你干嘛干嘛，你看我干嘛干嘛。这个郭老师。的老公啊，可是我们的名医啊，是不是？我们的家雄雄，哎，我们的家雄雄是很伟大的名医，我跟他是好久不见了。好，我们先把那个先把果子机把它挪过来，好，来，我们先盖子，大家转一转的，好，我们把这个倒进来，好烫啊，小心，雅雅，你应该把盖子给我，好，我跟你讲。一般在倒的时候呢，这个盖子放旁边啊，然后挡一下热，它就不会喷到手上了。OK，
啊。而且这个我们有放盐哈，对，已经放了盐了。对，那通常是这么热的时候，在家里面呢，我们不要去打它，啊，稍微给它。对，而且有时候也不见得要放这么多水去打，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汤呢，要快速的把它合成。那你放凉一点，把它打成汁以后再去热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但今天我们时间有限，但在打的时候要留意。你不要一直滋滋一直打啊！我们先盖起来，可这个热气呢，有时候会冲出来，按的时候，你敢不敢？你要相信那个音响，哎，啊，轻轻的，你先轻轻打，你看看。不会紧张，而且我们南瓜已经有点熟了。这个口呢，它有热气，都会跑出来，要小心啊。哇，其实已经融了哈，很快耶。对，非常快。好，那我们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这盖子呢，它这个时候要打开，小心会有压力啊，它很热，而且它这个瓶子会缩起来。可是有些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开这个小盖子，对，先开这个小盖子，释放压力。好，那慢慢打开。好 ，OK 哈。那这边呢，我要给观众看一下，就是我们在打这个去打汁的时候，我已经帮老师把这个黄芪把它黄芪拿出来，对，否则的话就那个渣渣吃起来。像一个美女笑的时候，她牙缝里面还有个葱花，吃素没有什么葱花，没有葱花，小心大的胡椒粒。好，我们把这个啊，这个汤很过瘾啊。对，好。好，然后我们加一点奶球，让这个南瓜汤比较浓郁一点。哎，看起来那个很美美的哈。那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这个 parsley， 加一点 parsley， 我们把这个 parsley 加进来，感觉。就美美的了。哎呀，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很幸福？感觉好棒哦！喝一碗这样，热热浓浓的汤，香香，又让我们身体很健康。好了，我们谢谢郭老师，而后都要喝今后汤，谢谢，谢谢郭老师，谢谢。黄芪南瓜汤做法：首先将南瓜切块备用，然后把黄芪入锅炖煮，再将南瓜入锅加盐调味，再来把黄芪南瓜汤倒入果汁机内打匀。最后装盘后淋上少许奶油即可。在今天的健康资讯站这个单元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听说它针对痛风，因为我只觉得我要觉得很好吃，不好吃都不重要。其实呢，有的时候呢，雅安，你们觉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求的就是说什么？有的时候它可能对身体有些疗效，而且能够促进我们健康。但我觉得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好吃，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要好吃，所以大家才肯吃嘛，才肯去做。对啊，你否则你做的很难吃，那个青菜拿了乌灵乌打的那个东西给人家看了不想吃了。对，他想说我吃药就好了嘛。对啊，我给他吃那么健康，他也。不会相信。OK， 好，做这样的菜的人是谁呢？我们的刘老师刘湘琴老师，欢迎你，谢谢。其实刘老师每次做完的那个菜啊，抢光了，抢光光。然后今天要带来的是，今天我们是一个鲜果疏松，鲜果疏松就是从一道管子厂上吃的一个菜，什么鸡松、鸽松啊，我们把它做一些变化，然后全部是用素的材料，而且它把这里面的就是虾啦或者鸡啦或者鸽肉啦，全部把它换成素的，所以那个感觉很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刘老师带来的材料表。鲜果疏松材料：西洋芹一只，山药80克，小黄瓜一只，苹果一个，美生菜一个，白芝麻、香菜、小红梅、小蓝莓、葡萄干各少许，玉米粒2大匙。哇，全部都是好吃的东西耶！所以你以前吃过那种虾，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不要去抓虾了。来，我们看看，就这里面哈，雅安，你看到没有？这边有个这个酱汁。这看起来很像那个百香果汁。对，有经验的，这以前刘老师有带来过啊。那这个呢，雅安来考你一下。这个应该是小红梅还是小蓝莓啊？小红梅，小蓝莓。对。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蔓越莓那个小红梅。对，这些都对我们身体很健康的。那这边有白芝麻。好，然后这个玉米粒，这个不知道的话，就把你吃素一定要吃这个啦，因为我们常在家里煮素汤面，一定会加玉米粒。金色蔬菜嘛，而且甜点，这个生的就可以吃，你知道吗？对呀。还有这个呢，这是葡萄干。啊，我这么多这些好吃的。
怎么开始呢？其实很简单哦，这边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准备好的。这个呢，我顺便跟观众提一下，廖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西生菜呢，先把它剪成一个形状，并不是买来就这样哦。啊，对，不是买，我们把它泡到水冰水里面，因为泡到冰水里面它才比较挺。比较挺，而且吃起来很脆。脆。我们包进来的时候就这么这样夹着。嗯哼。啊，就这样子夹着，哇，我就没吃，很过瘾的。好，再把水把它泡一泡。我们怎么开始呢？那我们还有一些蔬菜啊，我们要都全部都把它切成小丁。切成小丁。哇，有老大厨了。啊，这个没事儿，这个都是小二的事，我就是小二。那我们这里。我们今天完全不用火吗？哦，都不用火，完全不用火，完全不用火。OK。可是这杯是什么啊？那杯是这个酸奶酪哈，我们就是等一下做这个酥松的时候，我们再用酸奶酪加上这个蓝莓，加上这个百香果汁，加上这个 cream cheese 啊，那我们就把它用，我直接把它打成这个 dressing 淋汁哈，然后我们把它淋在这个酥松上面。原来是这样子。是。所以那我们现在在切丁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可以来，要不要我们现在来打酱汁？对对对，把那个酱汁打出来。黄酱汁。好。我这边呢也是一样，我把那个黄瓜的这个芯呢，就把它拿出来，一样我们就把它不要浪费掉，把它打掉。那个可以美容养颜。好，那我们要加多少？就全部放进来好了。全部啊。一般这是自己做的还是在外头买的？这个我们是在超市可以买得到哈。Cream cheese 它就叫中文翻成奶油奶酪，奶油奶酪。对，好，再来我们，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这个优格哈。优格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差不多加个150cc 的量哈。一般在家里做的优格，很酸。为什么呢？因为不加糖吗？其实不会太酸呢。如果你做的很酸，很可能是你发酵的时间过长了。否则它的酸度，很多人试过，他说那个是非常非常令人喜悦的那种酸。好，我们再加这个。这个是小蓝莓，可以冷冻的小蓝莓。然后加少许的百香果汁，好，因为它的味道会更香。好，来，我们就用慢速好来搅拌一下。好，也是一样，我们就可以了，稍微打一下就让它停一下，然后免得它这个产生高热哈，破坏它的营养。好，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对，这个寿司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装在这里，所以做这个菜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找这个小朋友一起来玩啊，一边来做，对，看起来很棒哦。你喜欢？如果说想要浓稠一点哈，就 cream cheese 稍微多加一点点。其实芹菜它的生吃口感非常好，而且它纤维啊真的是非常丰富，所以对于这个不只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痛风的患者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把它的这个尿酸结晶哈排出体外，还有我想要瘦身减肥的芹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为什么说今天做的这道菜对这个？就是尤其有痛风的朋友会有改善的这个作用呢？因为其实痛风最重要的就是尿酸结晶嘛，它在那个神经里面哈，所以我们尽量用碱性的食物，碱性的食物把这个尿酸去做个综合。那蔬菜水果绝大部分都是碱性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尽量多吃一些生的蔬果，那它有很多的酵素啊，酵素本身它也是一种啊，这个帮我们排毒啊，帮我们这个做一个细胞的这个修复跟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般这个就是我打个岔，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尿酸的还有这个痛风的朋友，他们很可怜，他那个指头啊或者关节的时候，那个地方都会结一粒一粒，你知道吗？洋洋你知道吗？我知道，说他们痛起来是那种。
是没有办法讲的那种，又说不出来，又难过的。对，我听到他们就是只有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痛不欲生。对，我听到的也是一样的形容。而且他那种感觉就是很难过，而且就是说他根本都没有办法工作。那么我建议有这样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一定要少喝啤酒。对，少喝啤酒，少抽烟，少熬夜，这都会影响他的尿酸，因为有的时候抽烟呢，也会让自己本身的这个胃酸呢增加。对，是不是连豆类都少吃？豆类跟那个菇类哈，就是说，其实痛风不是只有荤食者的专利。那很多素食者说，哎，我没有吃肉啊，我也没有喝酒啊，为什么会痛风？那我说，那你的这个菜单里面哈，一定是经常有菇类，大量的菇类跟这个豆类。他说，哎，对，没有错。对，他的香菇那些都不能吃的。这里面呢有山药，有芹菜、小黄瓜，还有这个苹果啊，最主要的几个蔬果。我们现在再把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红梅把它放进来，蔓越莓蔓越莓放进来，还有葡萄干放进来，金色蔬菜玉米，再放点这个白芝麻，好像很过瘾的样子啊，香菜。好健康哦，这里面颜色又漂亮，其实光是这样吃就很过瘾了啊，再加上你们刚刚调的那个汁，看起来好好吃哦。对，其实在家里面请客的话啊，各位这个朋友可以把这个刚刚讲的那个调味汁一起拌进来拌。那么因为我们今天为了等一下拍照片给大家看，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方式先把它舀进来，好，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一个，好。感觉就很棒哦。对，那个颜色，否则的话，那个颜色会都通通被这个芝士调出来那个 sauce 呢，把它压过去了。OK。我们吃这道菜就可以治我们的痛风了。对，因为痛风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这个生食蔬果要占在我们整个饮食里面哈，最好能占到60-70%。就是用大量的酵素，大量的这个高钾的哈，这个来把这个酸来中和，然后把这个尿酸哈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自我修复的那种机能提升。你看，吃起来了，趁我们讲话，你看好吃。继续，老师多补充一下，刚刚多补充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痛风啊？第一个啊，就是可能就像你，可能应酬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很多人在外面应酬，大鱼大肉，还有外面的应酬的这个菜肴，你去看，非常油腻，对，所以高油。我们更要告诉这些朋友，多吃素真的很好，而且呢，虾啦、香菇啦、豆类啦，就是含普林类比较高的这些东西都不要吃，否则你的关节一肿起来，那么大一个包会痛的。好了，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刘老师，谢谢，刚刚那个感觉真的非常好吃。鲜果疏松，酱料，优格100克 ，cream cheese 2大匙，蓝莓2大匙，百香果汁少许。做法：首先将生菜剪成手掌般大，然后把 cream cheese、优格、小蓝莓、百香果汁倒入果汁机内搅拌，再来将苹果、芹菜、小黄瓜、山药切丁。加上小红莓、葡萄干、玉米粒以及芝麻等搅拌均匀，最后将水果丁放入生菜中淋上酱汁即可。功效：预防痛风。我今天非常的高兴哦。为什么？因为我要学到一样啊。我看你天天都很高兴，哪有什么不高兴的时候？特别高兴，是因为我今天要学的这样东西啊，我自己从来没有喝过。真的吗？但是我经常听到身边朋友喜欢喝。喝什么东西？咸豆浆。哎，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来录影的时候，我真的去喝咸豆浆。真的。而且我最常喝咸豆浆的地方就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在那杭州南路跟爱国东路的交叉口，那边有个叫我帮他取的名字叫爱国豆浆店，因为他在爱国东路上面。但是我们今天要请刘老师呢，教我们用这个豆浆呢，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健康的豆浆。对，因为听说这个可以消脂，可以瘦身，还可以排毒，还可以排毒。对，哎，好，我们请刘老师，耶。刘老师，你今天这个食材啊，看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每一道都有它的作用，是吧？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准备的材料表，一起来看看。
海藻豆乳浓汤，材料豆奶500cc， 海带芽二两，芹菜少许，蒟蒻一盒，榨菜一个，毛豆四两。好贵哦、嗯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好贵哦。跟我们一般的用油条嘛啊，对，用油条啦，用榨菜是有的，啊，没有用到芹菜，因为这么的丰富啊。我们先看这个蒟蒻，今天这个豆浆里面放这个蒟蒻干嘛？雅雅她刚讲了一半，但是剩下老师讲。其实蒟蒻是素食者哈、一个非常好的一道食材，甚至于我们想说平常有在吃荤食的也很适合用蒟蒻。为什么？因为蒟蒻哈是零热量，然后它的这个它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以后，它的吸水性是非常强，所以一进到我们的大肠以后，它会快速膨胀哦。那它一膨胀，就会把我们大肠里面，我们大肠里都是废物嘛，把大肠里面的废物啦、毒素啦、多余的这个脂肪啊，它全部吸附在一起，然后快速的通过肠道排出体外。啊，那你身体里面毒素减少了，是不是你的这个负担减轻了？对，生病的机会也降低，就比较健康。哎，对。所以有一些便秘的人吃这个蒟蒻菜就很棒。非常好，来会来雅雅，我们重复一遍，会大量的吸附肠类里面的水分，一些水分，肠胃里面的水分，对，还有一些毒素、脏东西，所以在沙漠里面就不能吃这玩意儿。不是，我已经没水了，你还拼命把我的水吸掉，对不对？啊，是啊，这个我们就不去闲谈。我们首先我们来看怎么做。老师说这个蒟蒻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切小丁，切小丁。但是呢，我要告诉观众朋友呢。这蒟蒻来闻一闻，已经没有那个臭味了啊！是不是因为有穿烫过了？对，我刚刚把它烫过了。其实一般呢，我在家里面在烫这个蒟蒻的时候呢，我在做的时候，我会如果说不是吃素的话，丢一点点葱，一根葱不用切。那如果说吃素的话，你可以放一点九层塔或者是香菜来煮。那个蒟蒻它原来有那个阿莫尼亚味道，全部就煮掉了。哦，哎，我这刚好聪明哦，刚给你闻很臭。对，因为从这个一般我们生鲜超市里头买回来，都有一种味道，那个阿莫尼亚的味道很重，所以通常都要用热水去烫。老师，我们再怎么切？切小丁，跟这个毛豆一样吗？对，毛豆哈也把它稍微切碎一下。好，也要切碎啊。好。我们知道蒟蒻很健康，但是蒟蒻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蒟蒻其实它也是一种属蒻类啊，因为它们最主要就是它的最这个 magic 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嘛，它在大肠里面一吸水，它会膨胀到很大，所以他们称它魔芋。魔芋，哇，那是不是不能吃太多？要不然万一一吃下去就胀。对，这是我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刚才也在想，这吃胀很大，而且他们吃到肚子里面，他们怎么知道它胀很大？对，就感觉是不是？因为事实上，我们讲，比如说像这个魔芋，它现在很多在台湾，它是用粉状进口嘛，你粉状你再加一些水以后，它马上就膨胀起来了，哦，所以会凝固成这个样子。对对对，啊，所以原来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了，所以会那么贵，对，因为它是进口的。对，它的根主要是用它的块茎根茎嘛，那长得很像芋头，所以大概就取名叫魔芋。对，是。其实这个蒟蒻啊，有时候他们会把它调很多种颜色啊，它这个是问题是什么？它大部分其实以我在想，他们大部分应该都是用食用色素哈，所以就搭配出来一定颜色，对，所以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对。那我们是希望，如果说真的要调颜色的话，最好能用蔬菜汁，好，因为食用色素。它对我们的这个还是有点负担，对，会有负担的。其实这个是讲到蔬菜汁呢，我们现在有时候夏天的时候，雅雅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呢，有在帮人家设计做一些这个批发凉面的生意。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市面上看到人家说做那个菠菜凉面，对吧？绿绿的啊，觉得很健康。其实我告诉你，那个越绿的你越不要吃。哦，因为它都是用色素，它根本不可能用菠菜汁给你做，所以说，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够了啊，所以这个就不用了。好，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啊，用这个菠菜的凉面。那菠菜的凉面呢，它一般在市面上，他们用这个色素用得很重，所以你看越绿的、越鲜的、越亮的，你就不要买它。对，他们甚至于里面还加一些荧光剂，让它发光，让它来吸引你。啊，天哪！因为你可能常吃的菠菜凉面，我常常想说，哎。
哎呀，既然要吃嘛，就吃这个蔬菜口味的，可以健康一点。刚刚在休息的我的阿吉跟我说，梁老师，你讲这么多厂商的秘密，但呢，我敢被你怕啊，追杀哦。啊，对，我觉得我是不怕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有良心嘛。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我帮他们做顾问的这个厂商，我第一个坚决，如果说你要希望我当你的顾问，你绝对不能够。第一个不能用色素，嗯，啊，就是我要用自然的东西。但他们研究了半天，这个菠菜呢，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有含丰富的铁质，它一热处理之后呢，那颜色都不绿了，而且氧化以后呢，它绿色就颜色灰灰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日本进口一些那个菠菜面，它是灰绿色的。灰绿色根本都不漂亮，可是那个就是的确他们是用那个天然的菠菜去萃取出来的，哎，那个倒是可以用。你看它很漂亮的，拜托，这千万不要买了。哎，这个厂商，对不起，我只是讲个真话，不要打我。好，那这边呢，我再帮老师完成哈，这边就用这个榨菜。你今天用这个榨菜是？榨菜啊，因为我们这个咸豆浆哈，放点榨菜，它带一点那种。颗粒咸咸的啊，那种味道很棒哈。那么这个榨菜啊，其实就是用大头菜做出来的。大头菜，对。那你买榨菜的时候要注意，如果说有的榨菜是细点的哈，最好就是在用之前先用冷水稍微浸一下，让它的那个咸味哈把它去掉一些，把它去掉，不然太咸了也不好吃。对。还有切这个榨菜的时候，差不多要像我这样小粒一点，不要切得太大。对。啊，感觉好，差不多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咸豆浆里面就放进来了吗？其实这个榨菜是要放到下面的啊。好，那老师你有准备了一些这个海带芽，对。好了，老师你继续讲那边，我帮你这个豆浆先热一下。好，好。这个海带芽呢？海带芽其实我们讲是海洋赐给我们非常非常棒珍贵的宝藏，它也是一样零热量啊，没有热量，然后它的果胶也很丰富。那像纤维啦、果胶，它丰富的，它到我们肠道都是可以吸水以后，我们肠道流水嘛，它吸水以后它都会膨胀起来，都是可以吸附比较多的毒素啊，可以把我们带出体外。而且现在也经过这个很多的研究啊，就是发现到就是海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它的这个物质啊是。有这个直接的抗癌的效果，好，所以我们是建议就经常能够吃一些。那还有就是这个芹菜跟毛豆，哎，来，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调味呢调进来，然后再把其他东西放进来，然后放点酱油，酱油，对，你来加好了，要加多少？看你可不可以加盐。可以了，再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就行了，少量一点点，因为已经有酱油了哈。然后就是醋，大概加多少？跟刚才那个酱油的量哈差不多。酱，然后再来一点点香油，香油，对。好，这一般的这个咸豆浆它基本的这个调味材料，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这个芹菜呢，我把它放进来。它一冲下去呢，它的香味都出来了啊。这个毛豆也可以下来，哎，这个也下来了啊。我们这个放在旁边。哇，这个很营养的呢。我真的第一次吃咸豆浆哎。这里面到最后，我们准备，如果我们刚刚食材表里面并没有这个香菜，但老师呢说，哎，刚刚看到香菜，就是上桌以前放一点香菜，又漂亮，而且那味道也很香。好了，我们这个豆浆一开了以后呢。我们就这样滚的，用这滚的这样去冲它。好吧，好神奇，很神奇啊！这就是咸豆浆了。所以这样的真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很香，但今天太烫，等一下我们再喝。好，今天谢谢刘老师，谢谢。海藻豆乳浓汤做法：首先将蒟蒻穿烫，榨菜泡水切丁，海带芽泡水后放入碗中，并加上毛豆及芹菜，再把酱油、盐、醋、香油加入调味。最后把豆奶入锅加热煮沸后倒入碗中，加入香菜即可。今天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丽呢？不是，你今天我觉得你等一下会很害羞，因为今天我在节目里面当然找一个营养师来告诉大家雅妍美容的一些上一课。对，可今天找来这个人呢，对丫丫的压力呢会不会很大？不知道。还
好啦。啊，这个人啊，嗯、这个营养师呢，非常的优秀，你看到他就知道他很营养。我们的寻亲营养师，来欢迎你来。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姚大哥好。我们的这个青云呢，云青啊，云青是雅雅的同学。来，我要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他小时候怎么样？长得有这么漂亮吗？那其实小时候丑丑的啊，没有很漂亮，啊、真的、啊、非常漂亮，没有很漂亮，但是是非常漂亮的，漂亮啦，算是校花了。是很多蚂蚁、苍蝇在后面跟着走，对，所以说会有保护他的人。哦，杀虫剂也出来了，保护他的人是谁？他哥哥。哦，他哥哥啊，我以为他小时候就有男朋友了呢。没有，他上下学他都是他哥哥骑脚踏车，在他坐后面，然后侧坐，然后他上去的时候很优雅。我有一次看到，我记到现在。真的。怪不得那时候我想追他都不敢追，原来是他哥哥追。真的，我的意思说很优雅，对，真的。然后上去的时候，麦够，很优雅，今晚很优雅的喝啊。那这个其实今天要来教我们做一个营养颜美容，我刚刚讲的说你看起来就很营养。谢谢杨大哥称赞。是，那今天要教我们一个什么？今天这一道的话是教各位对美容养颜非常有效的美颜汤。它用的主要的材料有都非常对，都非常会不会很难？不会很难，很简单。这样子，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青云。云青，因为我想到那香港那个刘青云，我请云青带来的食材表有些什么？美颜汤材料：黄芪六钱，当归六钱，玉竹一两，素肉一碗。啊，看起来这个养颜美容的这个汤还食材并不难啊，而且看起来很好看。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素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素排骨了。或者说素排骨，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素肉丝，或者说你买素鸡，或者是那个素鸭来炖都可以。豆腐呢？豆腐也可以，也是可以吗？我觉得如果这个汤如果用豆腐哈，那个板豆来炖也很好吃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常见的这些药材哈，这就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当归了。对不对？这当归让这个小朋友很多女孩子哈，吃了一辈子吗？吃了很多一辈子吃妈妈的汤，当归长什么样子还是不知道。我让观众看一看，看得清楚啊，当归。那么这是对活血补血，这个就是养气。我们一般养气就是用这个黄芪，对，它有小人参之称。小人参，对，为什么？它没有人参的那么就是说那么补气那么强，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它的不会那么补，然后再过来它的价位不会那么高，让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黄芪有一些呢，它好像是假的，就是假的有假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分辨法？特殊的分辨方法的话，其实有时候他做的你用肉眼无法去分辨，可以的话就是到你比较信任的中药行去买。那如果说是路边或者说市场立摊在卖的就不要，因为他可能去泡了，把那个汁味道已经取出来之后，他晒干了他一样会卖给你，那药性就差很多了。这样子是很过分呢。对那这边呢？这边这个是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叫玉竹。玉佩的玉，竹子的竹，不是玉竹。玉竹吃了不玉竹了？不会，它养颜美容，润泽皮肤，而且可以抗衰老。所以我们皮肤比较怕衰老的话，会有点皱纹产生，它有非常大的功效在。但是因为它的性味比较平，对大家吸收度比较好，那相对的它用量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才会有疗效。是用量多，所以你今天就用了很多。对，好，我们这边的这个水煮开了，我们就进来哈。这个洋洋，你小时候你们有同班吗？没有同班。没有同班，没有同班，同校。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都是美女啊。哦，对对对，物以类聚，我忘了。这是什么对白？好了，那我们这个汤呢，在这个水呢，大家观众朋友可以看，我们先让它的汁呢煮出来以后，煮滚了以后，稍微放小火，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泡好水的这个，这叫素的排骨啊。这叫素肉饺。素肉饺，好，素肉。因为我比较少用这样的食材做菜。通常的话，我们都会把它后下，所以后下是最后下。可是先就是说，那也先煮有它先煮的功效，后下的话是怕它会有苦味。如果说你可以接受那个苦味的话，一起煮是没有关系的。好了，那我们这边汤呢，在差不多快好之前，我们稍微用小火再让它滚一下啊。我们待会再来调味。好。那么你们有没有小学？你们读哪个学校？忠孝国小，忠孝国小，幸好讲一样。
对啊，不然穿帮了。你有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当什么？走这条路，当歌星啊，这么红啊？因为小时候有没有想到？没有去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后来高中之后就国中毕业之后就不一样，念不一样的学校，对，这样子啊。但是我知道他在就是民歌驻唱啊，但我如果跟。我如果跟这个云青同学的话，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将来当营养师。为什么？因为讲得很营养。对啊，帮我说明一下，我以前那天说很瘦啊，真的、啊，很瘦的营养啊，瘦的健康啊。你看我那个王永庆大企业家，他也是瘦瘦，你看起来就很健康，中气十足啊，跑5000，只是现在是这样跑而已了，姿势不对了。以前你们有一起玩过吗？在学校有。那我还知道他家在哪里。那他没有邀请你去他家玩，你碰他哥哥不敢去哈。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子，然后有三个男生，对不对？加上爸爸4个，再加上我们家养了狗5个男生。哦哟，所以说当宝贝中的宝贝啊哈。你哥哥是轮流去接还是只有一个哥哥？一个，我不记得是一个，就是那一个，长得像长什么样子啊？就像保镖。好了，好，我们现在来加点盐。在这个加盐之前呢，洋洋，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汤。那么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药材的汤啊，我们在不管煮什么汤，它到最后起锅以前呢，你把那火稍微开的比那个炖的那稍微再大一点，它就会起一些这个泡泡。这种呢，它上面就浮了很多的灰尘啊，还有渣渣，你就把它撇掉啊。然后撇掉的时候，等一下这个汤呢会比较清啊，就是稍微把它撇掉，这基本的动作。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加盐。好，我加点盐，不要太咸了，一点点就好了。好，然后而且很多这个汤呢，我们现在加了盐之后，把它拌一下就可以关火。把很多的汤呢，喝起来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加香油。OK， 再淋一点香油。香油。对，没有，我加进去再加好了。感觉很清爽啊。嗯，而且这个汤很清啊。我不用。不用全部都进来，没关系。看看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浮沫、那个渣渣，我们都把它拿掉了，所以这个汤看起来很清澈。你好香哦！下来，淋点香油。我们的摄影师都说很香。他待会会跳下来。好，再淋点香油。香油，还有一个这个加盐的这个动作啊，我提供我爸爸说的经验，就是说，这个煮任何的汤食材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加盐，到最后的时候呢，再把盐加进去，否则这个氯化钠它在久煮以后，它可能会破坏掉一些药性。你关了火以后，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了以后，再加盐调味，那个盐的这个破坏药性的这个就是功能就比较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那但是有些药材是要用盐水服的，那不一定，那是不一定要看药材，但是大部分都是像梁大哥这样讲，会保存它的药性比较多。我想喝一口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老化当中，大家要注意看了，可能马上就要改变了。我上一喝了以后，噔就变成。我会觉得帅了一点，太快了，但是多喝这个汤比较润就对了，对，那可以抗衰老，而且你的皮肤润泽度比较高。好，我们今天谢谢，好喝，还可以增强抵抗力，因为有黄芪，尤其在这个秋冬交接之际的话，不但可以养颜美容，还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预防感冒。对，所以说家里怕感冒、怕这个皱纹多、怕这个皮肤干裂的朋友，多喝这个汤。今天我们谢谢我们的徐营养师，云青，谢谢两位。美颜汤做法：首先把素肉泡水备用，然后将水煮滚后放入黄芪、当归、玉竹熬煮成汁，最后加入素肉后煮熟，起锅提盐及香油即可。